走得这么急，你的东西都掉了。阿离，阿离，你做什么？我的身子都被你看了，就不能够看看你的？野蛮粗暴，我喜欢。你刚才给我吃了什么？南疆蛊虫，若无解药，一个月内必将七窍流血而亡。你比楚良更有趣，若我帮你扳倒他，你愿意常来吗？看你表现。素国公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查案。这么巧，我来洛阳，你也来洛阳查案？怎么，你又想说我在跟踪你？走得这么急，你的东西都掉了。这么精致的玉佩，留给乌兰得了。看来是我误会了，你果然是来办案的。不打扰了，我先走了。阿离，阿离，看来你是不想合作了。小娘子吃醋是正常的，解释清楚就行了。吃醋？这一次我就饶了你，若还有下次，我不建议换个人合作。姐姐，我刚刚在前门溜达，看见素国公，他也在这儿。他如何，和我无关。